外面雨下多大，但哥颠了蛋糕。蛋蛋看这是啥呀？蛋糕。这不七月吗？七个菜，六个菜，这还有好多菜。他的菜看着可不错呀。看着不赖。呀，好漂亮呀、啊、你啊！回老家接闺女，你看这外面雨下的大的。可漂亮了。俺老公今天过，给他提前过生日，本来七月十四，现在七月十二是吧？提前了两天，三十了。你吃完还得要。还有还有，你吃吧，可多了，等会儿都在点，还得一大桌子小孩先吃。你能给我吃面？你吃完面不吃？你给咱爸咱俩吃个长寿面。哇塞，你也想拍？下午我们吃完饭，我们都回郑州了，去找姥姥姥爷，好不好？外面雨下大，昨天下了狂风暴雨回来，为了接你。啊，又上菜了。这个饭店在家对面，这菜看着不错呀，份儿可大。那不是新疆，那是湖南的还是湖北的？外婆菜。那个最好的那用的。夏天最好就是冬天。那哪个季节？你夏天穿的好一点。好大呀！你看你大概衣服干多大？七月，这才是六寸呀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比我感觉比这种八寸都大。七月你吃多少锅？你刚刚还说你不吃呢。我两杯。是你两杯。哦，你这你这。你吃啥？啊，给你，我给你大块的，给大块的，给蛋蛋大块的。你先。这给那个上上当官的上唱生日快乐歌，好，你一块儿吹，跟他俩一块儿吹，快跟爷爷唱生日歌，给爷爷生日快乐，爷爷来，吃一个吧，长寿面啊，你俩吃一点。我们开车回郑州了，刚才雨下的大的，这会儿得亏不下了。哪会？刚才下的多大那雨？下小的呢。